工作是新的在破钱儿，很不容易挣。是，现在挣钱都不容易。是，不容易。那咱走吧，任青。好，多了，那也省了。我得回去跟楼内再沟通一下。龙虾明天能不能上午你再跟他沟通？没事没事。那我们耽误我下次发货了。你为什么那玩意儿挺危险的，非要整龙虾？哎，国内有刺。